咁除咗揀 Colorcon 之外咧，清潔嘅 Colorcon 都好重要喎、哦。好啦，咁清潔 Colorcon 就好簡單啦，其實只係需要咧用少許嘅消毒水，就將佢隱形嘅喺掌心度就捽佢，又搓佢大約20秒，然之後咧就反轉佢，再捽佢大約20秒，然之後咧就再將佢用一啲鹽水將佢清潔啦，沖走咗啲污糟嘅消毒水，就將佢浸泡一啲有新鮮消毒水嘅 case 入邊，就將佢保存4至6個鐘頭，咁咧就將個隱形就完全消毒啦。咁但係當然我提醒大家，如果戴之前咧，能夠用鹽水再沖一沖佢咧，就更加舒服啦。